这场议程很荣幸请到的是他内到我们的讲者，那他是我们长期就是爱抗台湾的志工，那他自己是至少是挂着研究委员名牌的全端工程师。那今天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个题目是 Django Theory 跟 Windows 的美丽邂逅，那我们掌声欢迎他。好，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主持人。我是哈内，然后今天大家看到的讲题是这样，但实际上大概是 Theory 在 Windows 上的那些事情。对，好，那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自己，你可以叫我 Hanna， 也可以再把 N 多一个 N， 它就可以念 Hanna。对，那基本上我是在中华电信研究院的菜鸟研究员，但是实际上我进去做的事情是做 Full Stack。对，那我们的研究兴趣呢，主要会在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领域啊，然后网站设计与开发，这不知道到底是算兴趣还是算专长，这我不清楚。对，好，那我今天预期的 agenda 应该是说，我会先简介一下 Django 跟 Theory， 然后会说明，会用一个小专案来说明一下今天的主题，然后来探讨一下 Theory 在 Windows 上不能执行的议题，然后跟因为专案需求，所以没办法使用Theory 的 Django 套件的问题。但是实际上 agenda 大概就是，我们直接从专案需求开始，然后直接讲 Theory 在 Windows 上不能执行的议题。那我就预设大家 Django 跟 Theory 都有一点了解，所以这边就不会太细节的讲这部分。那最后一个那个套件问题的话，基本上因为时间关系应该是讲不到，所以我就没有放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专案需求，就是我们的 server 呢是 Windows server， 那它跑的系统是 Windows 10，那预期使用的是 Python 3.7 以上的版本，然后专案是使用 Django 的框架，然后用 Theory 处理一些非同步和排程任务。那我们会用 database， 但是它有编码限定，说一定要用 UTF-8 MB4， 那这个也会就是影响到我们一些Theory 里面用的那些 result backend 跟 broker 的处理。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Django 跟 Theory 对 Windows 的支援度怎么样。那 Django 是这样讲的，它的官网就是说直接跟你说，我们可以在 Windows 上装 Django， 要怎么装呢？自己可以有兴趣可以自己上官网看一下。对，那 Theory 是这样讲的， Theory 升到4.4第四版之后，它就不支援 Windows 了，但是似乎还是可以在 Windows 上执行的。那感觉，我们这个专案看起来还是有点希望的吗？这个不太确定，我们后面来看一下。对，所以我们就进入正题。那首先，大家如果有带手边有 Windows 的电脑的话，也可以跟着上面的指令稍微操作一下。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先建立一个 Django 专案，然后名字叫 My Project， 那里面会再 create 一个 APP， 名字叫 Core。 好，那我们在 Django 中设定 Theory 的话，就是先参考官网的教学文件，然后请记得安装 RabbitMQ。 那在 Windows 上装 RabbitMQ 还要记得先另外装一下 Erlang。 对，那这边都是官网那个教学文件的一些设定。那这个是 Theory 点拍里面的设定，还有我们在 Django 里面要让它 import 那个我们的 Theory app， 所以这也是设定的部分，让它可以在 Django 专案一执行起来的时候，就是可以读到 Theory 的 app。 好，那我们要设定 Theory 的 result backend 跟 broker。那这边因为前面有提到的 database 的编码需求，它要 UTF-8 MB4， 所以它就这个编码呢，它的资料库就有 key 的长度限制，所以我们就没办法使用 database cache 的方式来作为Theory 的 result backend 跟 broker。 那就我们现在就是直接使用 RabbitMQ 的方式来做。对，好，然后我们先按照官网的范例加一个非同步任务，就是最简单的数字相加的任务。对，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首先执行这个上面这个指令可以开启就是 Siri 的 Worker， 那一执行起来看起来好像是蛮正常的，就是没有任何错误出现，都是 ready 的，然后也有读到我们的刚刚加的那个 task A 的这个，那我们就开一下 Jungle Share 来发布一下非同步的任务，那我们就是执行画面上的这三行指令，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任务发布出去之后，它的状态是一直处在 pending 的状态，那我们就 get 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结果出来，但发现是没有任何的计算结果的，它就会一直卡在这样的画面，卡着卡着卡着，你只能按 Ctrl C 把它结束掉。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这时候的 Siri 的 Worker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实际上他有接收到任务，但是他没有任何想要帮你把任务执行的意思，这个画面一样是停滞在这，对，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为什么 Siri 在 Windows 会没有反应呢？我们要怎么在 Windows 成功执行 Siri 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去 Google 了一下，大家都跟我说，啊，直接用 Siri 3就好了。我觉得好像有点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好了，谢谢大家，没有啦。好，你怎么可能这样就结束呢？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的业主怎么可能会这样放过你？我们当然是要用最新的技术啊，所以处在一个研究机制的环境下，我们要秉持着研究的态度，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 Siri 4不再支援 Windows 了。好，那这就要讲到说 Siri 里面有一个 concurrency pool， 那这个 concurrency pool 呢是决定 Siri 如何进行平行化的关键。那它其实 default 使用的都是 prefork， 那 prefork 是透过产生了多个 process 来执行平行化的运算。那其实我们根据我们的专案需求不同，我们也有其他的选择，像是比较常见的 event-led 跟 driven， 然后solo 我是没有很常听过，但是可能大家有听过太清楚。对，好，那主要就是 prefork 的问题。那 prefork 它现在更新的版本它不再支援 Windows， 因为它 prefork 它需要存取一个环境变数叫做Forked by multiprocessing， 那这个环境变数呢，是因为它的相依套件这个不会念好，它没有，它以前的版本有在程式里面先帮你设定好环境这个环境变数，但是自从跟着 Siri 一起升到第四版之后，它就没有再设定这个环境变数了，那 Windows 就没有办法直接使用，所以呢。要让 Windows 可以执行 Siri 4的方式会有主要两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手动设定这个环境变数，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更改我们的 concurrency pool。 那基本上以下三个指令，以下这两种方法应该都是可以用的，可是呢我们还有点其他的问题。最近好像 Windows Server有些版本它有一些小更新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用了两台 Windows Server， 一台是可以透过设定环境变数来解决就是 Siri 不能执行的问题，那另外一台呢，因为它更新过了，然后就没有办法用，就变成说我们必须换成直接换 concurrency pool。 那甚至是我测试的时候，还有的电脑是没有办法使用 event-led 作为它的 concurrency pool 的问题。这部分不太好解，可能要请 Windows 的专家来跟我讲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对，那来个总结吧，我们觉得最佳解还是直接换 Linux 吧，我们不要再用 Windows 了，拜托。对，好，那就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如果问题是出在 Worker 上面，那有没有考虑直接用 Dark， 就是 Worker 跑在 Dark 里面就好了？好，Worker 跑在 Dark 上面这个议题呢，因为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 Windows 上面，负责做包 Docker 化的同仁，他试过发现说，我包完 Docker 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上正确的执行，所以我不太清楚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部分不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嗯，对，那你的这个意见我觉得蛮不错的，其实我们可以试试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打算全面改成 Linux Server 了，应该是没有试的机会了。对 ，OK。嗯，全还有人有任何问题吗？有吗？好，哦，好。Hello， 请问，所以 solo 跟 G event 是成功的吗？对 ，solo 跟 G event 是成功的。OK。对。好，只能确定一下。我自己是都习惯直接在 Windows 上面用 solo， 因为觉得好像 G event， 应该主要是 G event 和 Rabbit and Q server 之间沟通会有一些小问题，会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跳出什么 broken pipe 的问题，所以。我都是在 Windows 上面直接用 Solo。 那还有人还有问题吗？哦，好，就是你有什么原因一定要用 Celery 吗？就是除了要一定要在 Windows 上面装之外，我们也可以不要，还是在 Windows 上面，可是不要用 Celery 啊。对，我也想过不要用 Celery 这件事情，但是我上层告诉我说，别的单位用 Celery 用的蛮好的啊，那你要不要也试试看 Celery？ 他说，哦，好，但是然后就问他说，那别的单位用 Celery 是在什么环境下装的？他说，哦，他们用 Ubuntu 啊，好，对。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对于讲者，好，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这一场一程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哈内这样。